就是很简单的 one piece， 穿一个我们家的短裙靴就很好看了。然后今年我们出的是比较宽版的背心，就是让大家不要觉得太凉下的感觉，除了宽肩之外还有点微小袖子，有没有超好看的？它完全不贴，完全贴不住，然后呢弹性超级好。好，那这个奶茶色非常的轻浮，我觉得穿起来特别的白，我也非常推荐。有一些就是这种这样很合紧的，会看到你们的肚子，看到你们的腰，你们觉得很害羞嘛，但是这一件来透过直播看到是非常轻松舒服的。觉得这个裙长啊很适合东方女生，因为呢穿起来腿不会短，但是呢又可以修身。如果你今天不想穿外套出门，你想买点点披肩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好搭。然后后面还有一条小造型来遮掩，就是比如说后面很素，大家都会往你的屁股看或是腰看，后面有一个线条，有没有让大家呢视觉不会停留在你的后背上面。好，这样搭非常好看，而且长度什么的搭黑色洋装麂皮外套我觉得是首选啊，是首选。